的家长爷，就是李副队长爷，较早是两排尔啦。因为你若要学家长，就要有这间李副队长的名，哦，来代表李副，所以家长出门拢，如门西拢爱爷几名，就是代表讲李副队出巡。五当阵左右，我有甲请示，看有要调金准无？啊，伊当时是表示讲，伊的认可还袂到。啊，到去年的时阵变公大，伊开来指示讲，伊来到清信乡已经六十单啊，伊伫天竺已经有领着命啊，要来调金身。我然后找两三间博物馆，看，互伊指定看伊的金身要倒一间博物馆来调。啊，伊较指定刚好一间一间清正轩，差不多伫迄个古月一个。金身就拢完成啊！啊，开来看到咱今仔日的东西，继续来入世开工，天主寺命啊，会合作八方出来。佛师的是五父三千岁，李副大神、金虎将军，哦，啊，即马就八父孙安，哦，今仔日开工点眼，哦，安坐的日子好日子安尼。透早咱八家将三点半就开始画面，哦，啊，六点半准时伫清信宫出发，去到港口清正轩，哦，啊，迎回咱的八父孙安来入席。开工点眼了，咱较前往新宝遐，吼去甲恁天上新宝禀报讲，啊，咱了八路顺已经开工完毕啊，吼啊，等下较来办这个安安外外下个绕境活动。